那你的资料给我一下，身份证之后。讲还是？对，你用报我就可以。那边多少钱？一千的八张。好，一千的八张。五百两张。三千一还是三千？之前是两去年。一百的四张。一百三张。一百三张。五十块一个。三千啊。三千啊。十块的八个。好。我那时候票两千五。五块的一个。五块一个。一块的一个。一块的一个。好。本所娱乐气球会场接获民众报称捡到一个小皮包，所长请大会以广播方式请失主到警动派出所领取。约十分钟后，失主小碎步传了气来认领。据失主回想，可能是先生没拿钱供货没放好，从口袋中掉落出来。如果你听到广播，自己也没发现小皮包掉了，本所提醒游客出门游玩财物或证件若不慎遗失，请拨打110报案，警察将依规定受理通报，以保障民众权益。民众若捡到遗失物，请交由警察单位，千万不要占为己有，以免触法。